各位 YouTuber 的朋友，大家好哈。这个作品呢，我们聊一个话题啊，就是光线啊，光线的这个古董的光线的折射啊，是这么一个，就是我们这个一般啊，专家云里雾里说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到底是贼光还是这个宝光啊，这么一个说法。啊，实际上所谓的贼光和宝光啊，是市面上有很多种说法啊，比如说这个由于这个时间久远呐，氧化呀，啊，这个东西看上去呢，它的那个火气就退了，啊，它光线呢就是这个不那么这个刺眼，大概是这种说法。这种说法呢，我个人呢不是特别认可啊，因为这个市面上现在造这个假的东。人呢比较多，因为从他这个外表的右光去看这个识别一件东西呢，啊，确实是这个需要长时间去上手，长时间去看，啊，就会造成，啊，就会出现你一打眼就能看出一个东西的新与老啊这么一个过程。这三件东西呢，分别有不同的这么一个说法。大家看这个光线啊，大家看中间这个啊反光。啊，再看一下这个旁边这个反光，啊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，啊，这个残的，这个光线的折射率，啊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是海捞的，啊，由于海水的腐蚀，所以说它的这个釉面呢，它这个光折射，啊，打上去之后呢，它是那种有点微微的哑光的，啊，这么一个状态。啊，而这个中间这个呢，啊，我们看上去好像是光线很强，啊，光线打过去很强，而我们再看，啊，这么一个碗，啊，这个碗好像是光线打上去，啊，也很强，啊，光线打上去也很强，啊，那问题就来了，啊，到底哪一个是对的，哪一个是老的，啊，哪一个是新的，啊，实际上呢？是需要长时间去学习的。像这个，咱们这个海捞的瓷器，这个东西是确实是老的，是康熙年间的啊，一个老瓷器啊。中间这个呢，啊，中间这个呢是一件新品啊，一件新品，仿品。而这个碗的这个标本呢，这个碗标本呢，光线也很强啊，这种玻璃光质感也非常强。但是它仍然是一件老的，啊，它是一件明代的，啊，明中晚期的这么一个老的碗，啊，我们如何去区分？好了，这个我们大概了解了哈，它的光线啊，我们很容易区分啊，它是比较那种散色的，啊，实际上那个宝石光啊，或者是贼光啊，要看一个东西就是散色度啊，这是我个人观点，散色度取决于什么呢？取决于它的胎的啊，它的胎的用料啊，取决于它的釉试釉的用料啊，也取决于它的使用痕迹啊，同时也取决于它的器型啊，多种原因合在一起，才能营造出来我们所说的啊这种宝光。啊，而绝对不是通过单一的一个釉面的氧化而实现的宝光或者是贼光，啊，这个是错误的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比如说，一个平面的，啊，一个平面的这么一个瓷器，折射过来的光线，那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强的，啊，强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它的器型，啊，它这个器型是比较规整的，所以说它才能啊，大家看到哈，出现大面积，这么不管通过任何一个角度，出现大面积的折射，啊，光线的折射，啊，这也就是说我说的通过器型来决定的，啊，通过这个釉面呢，啊，用料呢，啊，当然也可以。啊，也可以控制这个光线过来的散色度。
啊，这种散色度。比如说它的用料是比较这个，比较毛糙的，就是那种不是化学染料，是那种矿物质染料的话，当光线打过来的时候呢，它这个反光的这个边上会有一些毛糙感。啊，这个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理解。比如说，我把一面镜子放这儿，啊，因为它的这个密度等等原因，啊，折射度的原因，所以说呢，它打过来之后呢，它的散射就非常高。而且，如果一面镜子放在这儿的话，它打过来的光，那一定是方方正正的，或者是圆的，啊，它的边缘不会很毛糙那个感觉，啊，这就是。有什么呢？有使用痕迹，就划痕。比方说，我这个位置划了一下子，是在使用过程中划了一个划痕。我划痕越多，它会造成的散色度越低，啊，这也就是说由划痕来决定的，啊，决定它的散色度是降低的，啊，划痕、器型、用料，啊，通通加一起，决定了它的散色度高与低，啊，我们肉眼看上去之后。它是否是刺眼的？大概是这么个情况。那问题又来了，当这个一件这个，我们看这两个，啊，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感觉这个釉面的光线，啊，对我们眼睛这个反射的这个光线，好像都差不多呀，啊，这个我们就用什么来区分呢？可能现场需要上手，就是我刚才说的。啊，光线过来之后，是否有那种毛糙的感觉？边缘光线的最边缘，是否有那种毛糙的感觉？因为这个东西，咱们这件东西是非常不好识别的。为什么说呢？因为它是一个窑址货。窑址货呢，就是说由于它在这个地下埋藏了几百年，没有经过这个表面没有经过划痕，或者是有微微的划痕。啊，也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这个和空气的结合，出现的这个表面釉面的氧化，啊，造成的光很亮，啊，那就很就是无法去区分，啊，无法去区分，贼光与这个宝光啊，这个就要我们刚才我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小经验综合的去看，啊，比如说看胎底。看它这个，其他的修胎，再比如说看它的开片，有一个独门小绝技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大家会看到哈，这件这个瓷器呢，它的开片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顺序的，就是这种啊，哎，都是往一个方向开片的，啊，开片有几种原因，首先第一个是，温度烧制的不够啊，会容易出现开片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它瞬间和这个空气结合，啊，或者是说瞬间高温、瞬间低温，啊，都会形成开片，啊，而这个通过深坑出来的东西，它的开片，就是这种，很顺畅的、很顺的、很顺的这种，而不是像哥窑大家所看到的哥窑那种棱形块，这种开片。甚至我们在一件深坑的这个东西出土的时候，可以亲眼看到它整个开片过程。因为在刚刚出土的时候，可能某一些器就是瓷器，它是没开片的，但是它和这个空气结合了，我们就会看见它瞬间一点点、一点点、一点点开片，这么一个和空气氧化的这么一个过程，形成的开片就是这种。我们看到这个，当方灯打到这个上面的时候呢，看我边缘，不是很整齐的。如果要是一面镜子呢，或者是一面新的、完全新的东西呢，它的釉呢，也是这个化学的，它这个釉面呢，也非常规整，比如说是那种注浆胎的，不是手拉坯的。等等原因，综合在一起就造成它的这个光的折射散射度，
啊，就比较强烈，啊，比较有比较规整，啊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好，这个作品呢就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